们会给每个人提供一张图片，我们一共有11张图片，也就是说从周身开始或者从长身开始往这边移，然后再折回去。如果11个图片大家都猜出来这个人物，叫出名字啊，人物的名字都说出来了。来，那我们有请第一道米粉来啦。米粉来啦，这是一碗素米粉，无调料。素米粉，米粉没有调料的。哟，这适合春游少年吃啊。那开始了，从周身开始。气死我了你！不知道庆余年，不知道庆余年鸡腿姑娘。庆余年不知道，没看，李沁。再给一次机会吧，第一个就错了。天哪，又不认识。这我认识。说我可以吧？这我认识。说呀。哎，张歆艺二姐。就。对，张歆艺你也不认识。周深，你平时在干嘛？只关注我的节目吗？不不不，这样我们承认我们输了，我们就想考验一考。我们就继续翻。让周深得罪整个娱乐圈。林姐。哎，那个什么，美人鱼那个。哎呀，三个字儿。张雨绮。什么？哎，张雨绮。张子绮。张雨绮。张雨绮。周深谁也不认识，没办法。连春游少年都提醒他了。看不下去了。来。这个。我。耳朵里塞着小喇叭。又不认识啊。张含韵，这太明显了，我还有他微信。张雨绮，对，周深果真谁也不认识。终于知道我微博关注1000多人有道理了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周深，你没认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我的问题，你眼睛不太好，最近得了一些眼疾。那我们把这个米粉送给了春游少年吃了。素的我们主要也是不爱吃。你吃吧，一双筷子你吃吧。你们这么谦让吗？哎，真的这么素啊？白雪公主，你看他们的米粉，这叫纯的。他们这个米粉是那种平时点加一份米粉的时候加来的，汤都没有。我们先请出第二碗米粉。这个叫炒粉粒，也是桂林比较特色的米粉，一般在当地才能吃得到。哇，这炒的，有颜色，这个好，炒的吗？就是炒的。周深，你这么爱吃，你得加加油啊！给我们个机会，我们从这边，还是从这边开始吧。还有谁呀、啊？还有男演员啊，男演员啊，动画片男演员，从这开始，我先开始吗？耳朵放亮点啊，哥哥在这儿。准备啊，程程。张若昀，邓伦，朱一龙，哦，老贤，就来一个笑齐，来一个笑齐了呀。啊，胡歌，对，哎呦，虽然有口音，但是胡歌。这个游戏是周深最擅长的，看图猜人游戏。还要得罪吗？我们稍微帮周深平衡一下，找一些一线的脾气不好的。来，准备，3、2，张子健，答对，朗朗哥，3、2、1，对，那个没演，哦，是没演，小爽，3、2、1，欧阳娜娜，这是杨超越，确实挺像，你别说他俩这张真挺像的，这张有点像，他那个头发很像，但是是杨超越，对，但是杨超越，他们俩都长得很好看，话题来了，郑爽不认识杨超越，没有啊，范丞丞准备，3、2、1。伊能静，答对。我俩抱歉啊，玲姐，3、2、1，停吧。答对。人家有好看的照片，非得挑一张，非得挑秃头的。再给你一次，到你了哈。怎么又到？哦，回来。来啊。哇，咕噜。3、2、1。是姓杨不？杨天真。就是杨天真。答对。来，那个玲姐。妈，等会，我不看，不是我看不着。好，来。3、2、1，孟美岐，答对，厉害，这是他不总跳舞吗？就他一个扎高辫的，其他的都是披头发。来，丞相哈，3、2，李春，为什么别人的我都答得出啊？准备，刘敏涛，答对了，来，朗朗哥，3、2，这个是那谁，
我那个王菲嘛。杨迪，三二，徐峥。就是你来选吧。